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又是冲粉丝的一天啊！你们看的是啥？好漂亮的一头五花肉哦！今天弄一个红烧肉，走皮。今天帅气老板不在，是胖老板帮我烧的皮子，把它刮起刮起洗干净哦。把那个五花肉给它改一下刀，切成大大的小坨坨。看，把它切成那个样子的，又有瘦肉又有肥肉，带点皮子的方登登最好吃了。冷水把五花肉放进来，倒上一点料酒，加入姜片和葱节，给它出一下血水。好了，把它捞出来清洗干净。锅里头倒上一点油，把五花肉倒进来。稍微多煸炒一下，把它的油脂给它炒出来，那个样子的话，等会儿烧出来的红烧肉才不油腻。炒得稍稍有点点焦黄了，就可以把它舀出来了。把锅里头多余的油给它舀出来一点，然后加入冰糖，我们炒个糖色。一定要用小火不停地翻炒，把它炒成枣红色，然后冒泡泡了，然后就把我们的肉倒进来。等那个肉均匀地上了一层糖色，然后把葱姜蒜倒进来。我们四川的做法哈，是要放那个豆瓣酱的，如果你不喜欢吃的话就可以不放。然后加入一罐啤酒，哇，再稍稍加点水，加一点三来八果等香料，来点干海椒，再加上点干花椒，调一下盐味，加上一点生抽，来上一点点醋哈，它可以去油腻而且扒得快，来两口毛毛盐，加一滴老抽上色。我煮了点那个钵钵蛋、鹌鹑蛋，等会儿跟它把它剥了，跟它那个红烧肉一起烧起，安逸得很。已经烧了40分钟了，你看那个色泽好诱人，香味扑鼻呀！把里面的那些大料给它选出来不要了，把钵钵蛋放进来。继续给它焖上20分钟，哇，时间到了，好香啊，可以出锅了。哇，好安逸啊，那个红烧肉好香哦，看又肥又有瘦，看
哦，就是那烧的，还好吃哦。我吃过那个钵钵饭，哇，那个蛋都好惊艳味啊，吃起好安呀。加了一点啤酒，烧出来果然不一样，鲜得多。好怕哟，叫起糯叽叽的。这其实还蛮足。你尝一个嘛，姜老师，真的好好吃啊！真的不肥，我邀请金老师尝一下我那个红烧肉，金老师嫌太肥了，全是五花肉，而且没得点那个肥肉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好安逸啊，而且那个蛋也超级的有盐味。小黄来了，你看，好吃，我再吃两碗饭。金老师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刚刚舀了一碗饭，就看到你在偷吃我的钵钵蛋。喊你吃你不吃，好不好吃？好安逸噶？还行吧。好吃好不好？那么点不诚实啊，你这个娃儿。就是个肥肉最好吃，再啤酒一点点。鲜美多汁，我感觉红烧肉太下饭了。你看，像卤蛋一样里头。肯定是哪个钓的一小坨那个瘦肉，光瘦肉不好吃。还是要带肥肉的好吃。还有一个钵钵蛋，吃得好满足，你看，超好吃哦。不过我感觉五花肉哪么弄都好吃啊。今天视频到这哈啦，祝你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小黄，来，我用这个油桶给你拌饭，快来。
好下饭哟，好下饭哟。那个是不是故事的小黄花？来，送给你。今天都去晚了，只有那么一坨子根了。你早点起来呀！起不来，起不来，太冷了现在。把它放到水头泡起。猪肝一斤才六七块钱，你说那个腰花一斤要卖到三十多块钱，它凭啥子啊？不然呢？天天听割腰子，割腰子都没听割肝呢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哈。葱姜汁、盐、胡椒粉，再来点红烧芡粉，让它更嫩。再捞点泡生姜、海椒，那个是关键。给它们切细点，容易出味道。好了，加一瓢豆瓣酱，姜蒜可可，再来几颗花椒。今天我们那个就是一锅盛菜哈，倒油。把猪肝和一下，倒下来。哇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，稍微变色，放配料。闻到香味没得？闻到香味了，放配菜。火两下就可以出锅了哈。口水都要包不住了，天哪，那个味道闻起，这个菜真的是平平无奇的下饭菜。嗯，嫩得很。嗯，爱你得很呐。好冷啊，看你就过了几下，不知道熟了没有。我先把你尝了的，熟了肚子。我感觉今天那个泡海椒还给少了点哈，再多放点。我就喜欢吃泡海椒那个味道。腰花炒啥子没看到了哈，下回多买点。干点底下那个泡椒嚼嚼，好下饭哟，好下饭哟。太下饭了，我还要再喝一碗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哈，祝你个好口，拜拜。